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节好。您现在收看的是同乐五周特别节目中秋月正圆。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朋友呢，都被中国的文化和可以说传统节日所吸引哈。那么我们今天来的波比肯呢，为我们节目准备了一首想亲亲想亲亲，是要送给所有不能回家过节的朋友们。嗯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波比肯。想亲亲想的我手娃娃的人呀，嘿嘿，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那碗呀呀。想亲亲想的我是花花花落呀，嘿嘿呀，嘿嘿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中国有很多有关月亮的诗词，嗯，知道吧？当然知道。除了有很多关于月亮的这个诗词之外，还有很多音乐作品也是和月亮有关的。这是的确不错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一位来自台湾的著名歌手陈明真，来为大家演唱一首《弯弯的月亮》。有请。山残霞一片，留得一抹春天，照亮三颗心儿，白作伴呐，白作伴，抬头看。我们中国人过中秋节啊，有两个重要活动，
知道是什么吗？是我吃月饼。不光是吃月饼，第一是赏月，赏月第二才是吃月饼。所以说呢，圆圆的月饼寄托的是对故乡的思念，对亲人的思念，还有对丰收的期盼和人们对幸福的渴望。嗯，是。但是说句实话呀，这么多人团聚，这么多人吃月饼，万一月饼不够吃，这就麻烦了。麻烦了。嗯，对，怎么麻烦？特别麻烦。为什么麻烦？接下来你就知道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往下看。往下看。您现在收看的是《同乐五周》特别节目《中秋月正圆》。爱华，你知道吗？在中国啊，有这样一条铁路，它牵动着无数人的心，而且呢，它是我们全世界海拔最高的一条铁路线。这是青藏线是吧？没错。嗯。哎，就这条青藏铁路呢，被我们称为神奇的天路。他把远在天边的亲人紧紧地联系到了一块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著名相声演员齐志和张伟来共同表演一段相声《天路》。掌声有请。太好。